原标题大婚之夜，光绪死活不愿跟皇后同房。当看到皇后照片，所有人明白了作为大清王朝的皇帝，光绪为什么迟迟没有结婚。处处受到慈禧控制的他，能否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皇后和妃嫔？一场突如其来的离奇事故，会让这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次皇帝大婚顺利的按期举行吗？在满人的习惯中，结婚要趁早，所以已经18岁了却还没有大婚的光绪，其实已经算大清皇室里面的晚婚一族了。可以说他结婚如此之晚，是因为有慈禧在背后捣鬼，当时的太后还沉溺在自己的权力中不愿自拔，所以他想当然地认为，假如皇帝成家立业了，那么自己就没有理由再把持朝政了，所以他迟迟不给皇帝找对象，就怕他夺了大清的天下，后来皇帝再不结婚实在是说不过去了，他这才松口要给光绪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。光绪14年1888年，当这个消息传遍全国上下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很激动，光绪自己更是这样，他特意发了一道上谕，专门用来表达他对慈禧太后的感激之情，从而同时坐上皇位，一直到现在整整14年，终于可以实现亲政的梦想了。可是事情哪会像他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呢？在慈禧的掌控下，这次为皇帝大婚而举行的选秀一共有5位候选人，其中有一位正是他的亲侄女叶赫那拉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明静芬，小明熙子，慈禧之弟父都统叶赫那拉惠祥之女，还有一位是后来和他特别不对付的那个珍妃，一位宫里的老太监后来这样回忆道，当时秀女们站成一排，离太后最近的就是珍妃，一开始皇帝向珍妃走去，谁知道太后猛地叫了他一声，然后用嘴巴示意皇帝应该选自己的亲侄女。虽然皇帝对自己的表姐并不喜欢，但是迫于太后的压力，只好选择了太后的亲侄女，也就是后来的隆裕皇后。可以说光绪的这场大婚也还是一场基于利益的政治婚姻，太后想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也想着让自己的侄女帮助自己监视皇帝，好让自己还能继续独揽大权。但是在婚礼举行前，光绪14年12月15日1889年1月16日深夜，这是一个雪花纷飞数九寒冬之夜，紫禁城内竟然发生了一场神秘的火灾，将太和门烧成了一滩废墟，甚至连翁同龢日记里面也曾叹道，此灾期也惊心动魄，奈何奈何。此时距离婚礼大典的正式举行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按照大清的律法，婚礼时皇后的轿子应该从午门进，并且还要经过太和门，如此才能进入内宫成为皇后。但是这进宫的第二道门被烧坏了，短时间又修不好，可以说很不吉利。但是婚期是早就已经定下的，谁都不好随便更改，于是太后只能下令照期举行，并且皇后必须经过太和门再入后宫。但是如何解决皇后入二道朝门成为问题，慈禧再次做出令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，慈禧居然责令扎彩工匠日夜赶工，在火场搭载太和门彩棚，最终也是搭起一座足可以假乱真的太和门，使长期在内廷行走的人一下子也难辨真伪。第二年的正月，光绪带着妻子一起盛装出席，接受了百官的朝贺，终于实现了自己暴富的第一步，而夫妻俩一个留在前朝，一个回了后宫。不过当晚的洞房之夜却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，那就是两人怎么都没办法圆房，因为这皇后有点丑，皇帝实在是下不去手。与此同时，嫔、
甄两嫔也由神武门被迎入了后宫之中。其实大家一直都知道皇后的长相不怎么样，生活在北京城里的百姓们都说皇后的脸特别长，像一个橄榄，但同时她的身材也非常瘦，竹竿一样纤细，顶着一个大屁股，走起路来非常滑稽，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大家闺秀的仪态，所以更配不上皇后的身份，走在眉清目秀的皇帝身边，看起来一点都不搭。甚至有野史说，他们两人结婚后，皇帝实在没办法接受与这样一个姑娘同床共枕，于是光绪帝就哀哀的求他，说只想和他做姐弟。皇后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自然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两人只好将就着睡了一宿。不过期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，其实这也不难理解，至今都能荣誉皇后的照片，虽然是黑白照片，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为什么了。好不容易度过了婚期，皇后住到了钟粹宫里，而皇帝只喜欢往珍妃那里跑，和皇后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在他看来，皇后不仅丑，而且是太后专门派来监视自己的人，所以对他十分戒备，从来都不和他同房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不仅是皇帝不喜欢，连太后都不喜欢皇后。当辛丑条约签订后，国家的经费越来越紧张，皇后为了做表率，也为了讨皇帝的欢心，主动要求不再庆祝自己的生辰，这让她的丈夫对自己刮目相看。可是太后就不高兴了，因为皇后不庆祝生日，那么太后也就不好再庆祝自己的生日。但是太后向来喜欢排场，你说她能高兴吗？有老太监回忆当初太后和皇后相处的情景时说，皇后在太后面前总是费心讨好，两人在一起吃饭，就算太后自己不饿，皇后也不敢不吃，生怕太后对自己有意见。皇后常年形单影只地居住在自己的宫殿中，冷冷清清的，像是冷宫一样。从中可以看出来，太后和皇后虽然是亲姑侄，可是他们的感情却并不融洽。世事无常，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因病先后去世，最终宫中就只剩下了皇后一人当家做主。依宣统帝之命，被尊为隆裕皇太后，被称为监条母后，上徽号隆裕，史称隆裕皇太后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人们也并不喜欢她，甚至她时常问周围的人为什么会这样。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，人都是看脸的，而皇后长得不是那么好看，作为当权者若没有政治手腕，又不是那么的会做人，平日与朱命妇王妃见面时也不太有威信，所以有这样的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了。眼看大清气数已尽，宣统三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，最后一任清帝宣统帝下台后，隆裕太后下诏逊位，可以说也是因为多年的忧虑最终去世了。参考资料：翁同和日记、清史稿、光绪朝东华录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